前方报道，这次金靖姐和圣衣姐来了。驼老师和黄爸爸离开的16分52秒，想他们。我的美食也离我而去了。晚饭得你们自己在家自己弄了。媳妇儿别急，一心科已经准备好了。听说圣衣和妹妹要双人弹唱了。斗舞之战，一触即发。哎，来来，我们斗舞吧，来。啊。这次的内容也让人充满了期待。想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吗？每周五中午12点，向往动物园准时与你相伴。